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议会议长邱义胜。桃园升格后，人口快速成长，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民生、教育、卫福照顾需求也更显重要。议员们也将持续监督市府，将议会的决议化为实际政策。欢迎收看今天的《民代心在地情》，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跟着市议员们的脚步，看见在地守护桃园。随着人口户数的增加，桃园市辖内有不少地区已经达到增里的条件。市府也从去年开始核定新增里的单位，其中桃园区金国里就是新增的里之一。目前当地人口数已经突破7000人。不过却没有一间活动中心以及托育中心。副议长李小忠也因此前往金国里的同心公园会刊，希望能在公园内辟建活动中心。那么今天我特别邀请桃园市政府公务局、社会局、民政局，还有桃园区公所啊，来这边坐落在同安街这边的同心公园，特别来会刊，就是为了今天因为这边是艺文园区，那艺文园区是个非常生活机能非常完备的一个地方，那同时也很多很多的民众他希望来这边迁居，来这边定居。那当然进来的有已经没有在管事的长辈了，还有很多年轻夫妇来这边购房然后结婚生子。那这个地方也是地方首选能够休闲运动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园那这个公园占地有3900多这个平方公尺。那等于说如果说这边除了休闲运动，里面非常非常希望有建造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那这个活动中心以这里面积的建蔽率给它算起来，我们给它计算起来，可以楼地板面积可以盖到500多坪，500多坪的楼地板面积，这地方里面来用是足够的。金国里所在地临近艺文特区，是许多外来人口移居的首选，当地也有不少年轻家庭，因此衍生出高度的婴幼儿托育需求。李小忠指出，活动中心也要同时设置托育中心，才能满足年轻家庭需求。那当然，这个多功能 的一个活动中心，我们里面希望能够有托育中心有这个一般里面的活动中心。那为什么呢？因为来这么多人居住在这一边，除了休闲运动，最重要还是要给里面所需要，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尤其年轻人这么的多他们平常上下班或是双薪的，他们都要上班，所以托育中心更加的一个重要。那在这个里面又没有一个完整的活动中心，所以我们就特别今天来会刊，来选择这个同心公园。金国里同心公园所在位置的交通可说是四通八达，更是附近住户重要的休憩场所。新建活动中心可以让在地生活机能更升级，李小忠表示会全力推动。那同心公园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域的好处，它的周遭有慈文路、有中正路、有建国路、有大兴西路，它就刚好坐落在这个四条主要道路的这个区块里面，那刚好符合这个周遭里民艺文中心他们平常这里的运动休闲是他们的首选。所以除了来运动休闲之外，我刚刚讲的这个活动中心，多功能活动中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在这里也真的呼吁我们桃园市政府把这个地方希望能够赶快来规划兴建能够把这个尽快把这个活动中心给它兴建完成之后，就等于符合我们地方这边这个艺文园区的所有这边的所有的里民们所有的民众们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活动中心。比如说老年人、年轻人、托育活动中心都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规划，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给它促成。金国里长陈俊豪说明，金国里多为社区大楼，也有多间学校，往来人口众多，过去民众要前往到临近新埔里的活动中心相当不便，希望能够利用区域内适合的空间来满足地方需求。在我们金国里的部分，主要是这些社区大楼的一个组成，那所以人口上的话是比较密集的。那为了鼓励我们这边的一个生育，还有现在那个大部分的家长针对小孩的教育都特别的重视，那也因为也考量到家长他们工作的一个繁忙，所以特别透过副议长这边来争取我们金国里的活动中心来做一个整合托婴的一个部分，那以便民服务为主这样子。大概未来金国里的活动中心规划，一楼的话会做关怀据点，那二楼的部分会作为教室大礼堂的部分，那三楼的话就是托育的部分。现在民众所需要对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居住品质，那居住品质当然除了他个人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品质之外，周遭的环境，尤其在公园活动中心，就是他们平常能够运动休闲以及你们聚集活动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积极的赶快给他催生。任何公部门的建设都需要政府预算支持。李小中表示，在这里建活动中心符合法规，容积大小也相当合适。在预算争取上，他会全力支持，也会督促市府编列预算。其实，在整个法规上，这个公园来盖活动中心，我们探讨过的是没有问题。那当然，在预算上，邀请市政府这边。这个预算当然钱是最重要哈，那我们再来就是希望除了能够探讨规划，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个今天这个同心公园的活动中心能够诞生出来，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活动中心是相当常见的基础建设，对于周遭居民的重要性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但要能顺利新建，还需要民意代表跟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桃园市原住民人口日益增加，原民相关的教育议题也持续受到关注。市议员林志强表示，现在的教育首重能与就业市场衔接，也要配合产业转型。以现况来看，他认为原民的教育资源仍显不足。那包括教育的部分，我们希望桃园的产业能够对接，那教育不能等，那因为我们也不想让原住民的孩子一直留在刻板印象，这个原住民的孩子只会运动啊、音乐啊、跳舞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产业链接的事情，因为未来这个桃园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城市，我们希望能够在产业这个部分给予教育更多的一些资源，包括资讯上面的一些课程的一些培养。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原住民的孩子能够受到一些平等的这个教育，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那再来就是资讯上面的一些补助，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更多的一些这个提供，让我们的孩子在资讯上面的一些这个设备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啊。教育跟就业息息相关，然而要找到适合的工作，职缺媒合也很关键。林志强认为，目前的就业媒合管道大多缺乏原民文化的敏感度，间接导致原民人口就业媒合率低，原民人口失业率也高于平均值，这些都是需要市府大力协助的地方。原住民的失业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政府能够非常重视这一个区块。那过去的这个劳动的媒合确实这个在原住民的部分劳动媒合的比例是相当的低。那因为我们来做研究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在这个整个就业的市场或者是整个媒合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这个缺乏了文化的敏感度，造成我们族人在整个就业媒合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来进行这个求职的这个管道当中没有特别的
受到这个重视，所以在媒合的部分就相对的这个媒合率就相对的低。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市政府能够重视这个区块，除了好能够这个设立我们这个原住民专属的这个媒合就业平台之外，哈，那我想也要求市政府在每季啊或者是每半年好能够这个结合相关单位啊，能够这个就我们原住民就业的政策来去做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拟定哈，我开会。好，让这个原住民的就业啊，找到一些处方，好来解决我们原住民就业的这个问题啊。好，前些日子受到疫情影响，就业市场普遍艰困。林志强也坦言，当时自己的服务处几乎变成职业介绍所，显见求职真的不容易。他认为原民就业的选择过于劳力密集，也是造成媒合不易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可以从职训种类来改善。过去在疫情当中，这个造成我们原住民的族人这个失业非常的这个没有保障，那其实我们办公室也变成另类的这个职业招待所了。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更多这个文化敏感度或者是自己的族人好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媒合的工作，好能够在这个文化上面，至少在情感上面有一些连结哈。那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比较不会这么生涩哈。那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桃园一直在转型哈，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劳动权好，劳动的这个环境也在转型。那过去比较重劳力的，包括建筑业好，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物流或者是比较底层的这个工作哈，其实。原住民现在也面临到一个转型的一个部分，那我想建筑业的部分包括模板工哈，其实他们技术一直在精进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原住民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整个就业的趋势能够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脚步，那所以这个也是市政府应该要特别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林志强也持续关注原住民的居住议题，他指出桃园市的原住民有高达50%在外租屋，他建议市府要更加重视原住民居住问题，无论租屋补助或是社会住宅，提供原住民更大的协助。那当然，居住这个区块是我们现在非常要补足哦，啊，用政府的这个资源来去协助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除了现有的这个社会住宅啊，或者是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外，那是不是能够在原住民专属的社会住宅，好，能够多做一些这个提供？那我想这个政策是延续的哈，这个政策都是延续我们上一届啊这个郑文灿市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政策，那我们希望这个延续下来的这些好的政策啊，能够来解决我们原住民这个居住的问题哦。另外在社会住宅的部分，从郑文灿担任市长时期就已经开始推动原住民专属社会住宅，这个案件目前正进行中，但因为这几年疫情造成的缺工缺料，而衍生出更多成本，造成案件卡关，还有待市府与农田水利署沟通协调。林志强希望市府可以加紧脚步，让原民专属社会住宅能及早实现。面临到的状况啊，就是过去我们跟水利会这边有一块土地啊，那也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啊。包括原民会、市政府跟这个水利会三方来做一个这个合作意向。那我想在疫情当中，其实也台湾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缺工缺料，这个物价的这个成本一直提升哈，导致这个在成本上面一直在往上拉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市政府能够再跟水利会积极的来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啊，是不是能够在预算上面或者是在经费上面给予更多的一些协助啊，让我们这个第一座全国第一座的专属的原住民社会住宅能够在桃园能够实现，那具体的还能够让整个桃园的居住正这个全国的居住正义哈，能够在桃园被看见。不论是教育、就业或居住，每一个都与原民生活品质密不可分，而且还是环环相扣。如何做到全面的改善，也是政府不能回避的考验。公
托公幼一直是许多年轻家庭期盼的设施，纵使市府这几年都有在各地区增设，但是民众仍经常反映供不应求。对此，市议员刘仁照表示，市府应该积极寻找适合场地，广设公共幼托机构。目前来讲，确实在公托这一个方面是普遍都是接到很民众的反映说，都没办法进去就读，因为现在确实，供给太少，整个不管是市政府的建制或者是私营的部分也都这个比较少哦。那当然这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当然第一个公家的部分。公家部分是我们是觉得说，场地我们要赶快可以来就一些，有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公有厅舍，我们来增加一些场地，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来做。设立托育机构需要场地，另一个更重要的则是师资人才。由于幼托老师跟学生的比例有一定要求，老师不够就无法收更多学生。对此，刘仁照表示，是否可以从教师津贴上给予协助，帮助部分私校能更容易找到老师。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师资的部分，师资的补助，因为现在人力缺乏，缺乏师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师资上面的一些补助，然后怎么样寻找到这样的人才，寻找这样的师资来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场地的部分跟师资的部分，其实我们市政府可以马上推动，马上来做。私营的部分就会面临到，他们比较会面临到的就是说，他们就找不到老师的问题。这个在我在地方上也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市政府有时候如果说，因为市政府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多，可以去focus 关心到这么多层面，那我觉得说，那最起码我们可以给这些私营的部分给他一些补助，让他们可以比较一些多给他们一些津贴，让他们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一些老师，然后解决这个师资的问题。小朋友完成幼教阶段，下一步就是迈入国小生涯，而热门校区的国小经常都会发生学生人数过多而必须总量管制的情形，限制学生入学，而要改变这样的情形，学校扩建是一个选项。光是我凭证就有四个学校就有总量管制哦。那每个学校总量管制的原因是不见得是都一样，有些是像我举个例子，南势国小它是很明确的，就是它的校地校舍不够用哦。那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其实是很简单、很单纯，就是。我们就一个周边的一个学校用地，赶快来新建，赶快来解决这边的问题。因为平镇的一路的人口也是持续在增加中，那从化区新的从化区近期也会陆续开发完成，那开发完成紧接着而来就是年轻家庭的一路，那就会面临要就小孩子要就读小学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像南势国小的这个议题，其实这一题就是赶快在那个学校用地，新的学校用地，那赶快来盖一所学校，这个是刻不容缓的哦，迫在眉睫的，所以这个是赶快来做。部分学校人数过多，也跟学校本身的热门程度有关，有的学校总量管制，有的招生却招不满。刘仁照认为，是否可以协助学校发展特色，适时导入资源，吸引学生就读，也平均热门学校的入学压力。那你说像其他的一些学校，不管是像义兴国小或者是文化国小，他们当然是可能是周遭他们自己学校办学是比较算是有特色，像义兴他就推动他的双语化，那这个在就会让家长会想要把小孩子送到义兴国小去。那我是觉得说，那像周边的一些学校，这个就是我们市政府的教育局要给予周边学校一些资源，让各个学校都有一些特色，来吸引家长来就读他们的学校，这样才能够分散这个总量管制的压力。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营养午餐吃的东西也是相当重要。桃园目前有免费营养午餐的福利，也受广大家长认同，但刘仁照提醒，
物价不断上涨，市府也要检视补助金额是否足够，以免影响营养午餐品质。其实我真的关键是小孩子吃得好不好，吃得健不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举例来说，像我们现在我自己小孩的翔岸国小，因为他是自己有厨房自己办，所以他一餐的费用，实际上一餐费用只有39块钱。那39块钱，你说自己煮，然后能够吃到很丰富、很营养的食材吗？我觉得，这个可能随着物价一直在变动哦，一直在通膨之下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是我们作为家长都会担心，说小孩子会吃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这边可以给市政府一个建议，比如说，家长比如说出一些钱让小孩子吃好一点，我相信多数的家长都是可以接受的。教育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影响甚远，从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到营养午餐，每一个都同等重要。想要做到更完善，也仍有许多挑战等待克服。桃园有许多轨道建设进行中，中壢坪镇一带也有铁路地下化的工程以及捷运路线在规划中，真正完工还需要很多时间。刘任照建议可先规划公车路线，并且提高司机的津贴补助，帮助公车增班，同时更容易找到司机人才。比较快能立竿见影的做法就是提高薪资的待遇，这个是可以，应该是可以马上可以立竿见影的。那我觉得我们在市政府的部分应该可以提高公车业者相关的一些补贴或补助，让他们能够更好更快的觅得相关的人才，觅得司机，让我们不会这样子人才不足而导致现在所谓的司机荒，而让我们公车这个常常有误点延误而班次不足的问题。从教育到交通都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而那些待加强的地方就有待政府部门来努力。桃园市原住民人口众多，各地区的原住民集会所也成为地方上重要的活动空间。近年来，市府也积极在各行政区建设原民集会所，目前全桃园已经有12区都有原民集会所，唯独杨梅区还没有。市议员杨进福认为，原民集会所不该独漏杨梅。我一直强调，就是从过去，我从乡民代表一直到县议员，一直到市议员，到今天呢，我一直强调是说，一个区要有一个原住民区的一个集会所，也就是我们所讲市区，这个一般区所讲就是市民中心哈，活动中心。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桃园市呢，从龟山来说，在我任期乡民代表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集会所。第二个接着就是八德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集会所，跟中壢区，还有目前就是在桃园区也是有一座的一个集会所。那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就是杨梅区到目前呢，连集会所跟天目都没有，但是在去年度呢，我们特别到现场去会看，因为那块土地是桃园市政府所管理的，这个土地所有权人是桃园市政府，那管理单位是杨梅区公所，那我们也到现场去会看。那这个未来所要新建的原住民的集会所跟天目是在桃园市杨梅区埔心消防队的旁边有一块地哦，那现在目前有没有在规划？我可能未来总执行人可能会再去了解一下。除了集会所本身，户外聚会空间的使用对原民来说也显得十分重要。是否在多处的原民集会所盖了天幕，让使用不受天气影响？而目前现有的原民集会所中，就差芦竹区的没有天幕。杨进福也呼吁市府尽快建设。芦竹区也有集会所，但是没有真正的天幕。那这个天幕过去早期也有一个这个宽广的一个场地，那块土地真的是腹地蛮大，有3个公家单位来做一个土地所有权的。那去年我们也到现场去勘察，会勘那个场地。我想原民局应该要很积极的来做这样的一个
天目或者是集会所，那大这个就是在于集会所的部分。那目前大溪区呢，就是过去一个原住民所讲的，就是原住民的早期称为是山地这个活动中心，现在已经改为大溪区的这个集会所。那相对的，现在陆陆续续像平镇也是有，中立也是有，但是目前比较大家所要关心的议题就是说，我们大溪区文化会馆虽然有，但是还没有这个天母。那目前原民企也在积极的在规划，接着就是龙潭区的部分，在去年度呢，已经开始在做动土动工。那他们的这个目标是在今年的12月这个底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用这个集会所跟天母。为了服务桃园市广大的原民人口，市政府在多年前就已经明定桃园市各行政区的调解委员会中必须至少有一位原住民籍的调解委员。杨靖福本身也曾经是调解委员，对于其中法律素养的建立与专业培训，他认为相当重要。我在县议员的时候已经也提到，就是说每一个区要有一席的原住民的这个调解委员会委员。那目前除了复兴区之外呢，目前没有调解委员会的这个调解委员会，就是因为人数未达到3000人，就是观音区跟新屋区。我认为我的看法是说，不管人数以多一寡，就是要有一席的这个原住民籍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毕竟假设有一席原住民籍的这个调解委员会委员的话，多少就是我们的族人到这个去调解的时候，碰到自己的这个族人的调解委员会，在语言上、在文化上、在习惯上，可能有相当的协助可以帮忙了哈。这个可能都是未来我在议会里面去争取这个观音区跟新屋区的调解委员会委员。除了调解委员，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功能也很重要，要鉴定在交通意外中的责任比例，攸关当事者权益。但杨靖福指出，桃园的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中连一位原住民籍的成员都没有，这个也是他认为必须要立即改变的地方。现在桃园市的这个交通局有，我们现在就是叫那个监理站，有部分的业务就是由我们交通局来做一个管理啊。那目前我们桃园市这个交通局这边的这个我们所讲的就是交通事故这个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哦，目前据说都没有一席调解委员会的委员。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依照我们过去所讲的，就是劳动基准法里面的规定，或者是就业法里面的规定啊，总是要有一个比例的原则哦，就是1%要有一个原住民籍的一个交通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我想这个部分呢，也是那未来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在做一个交通鉴定委员会做鉴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族人呢，可能在语言上或者在表达上可能有很多的不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籍的一个交通鉴定委员会的委员的话，多少可能在表达上应该会协助他更多的一个帮忙。作为全国第二大的原住民城市，从福利制度到政策服务，甚至是文化传承，每一项做法都必须更加面面俱到。